雷哥，咱今天先解决一个别人的吐槽。吐槽？对，吐槽你。吐槽我啥呀？说你现在不爱碳水了，天天吃。大家觉得以前那个小肥不见了？啊？嘿，我就跟你说，咋可能？真是。知道吗，飞哥？我就让你告诉大家，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，你还是那个重量的小肥，走，吃面。啊，我还是那个爱吃碳水的人。这都是喜欢吃碳水的人吗？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终于见到真人了。穷养小肥一吃面。你看，大家伙还是挺认这句话的。看这谁？你好，你好，哎，9点半，是吧？哎，这就对了。天天干。哎，你看看他，哎，对，就让他看着你吃肉。对。香不香啊，乖？哇。飞哥，咱看看就行了，桌上也没有碳水，咱就走吧。那素的真的就是纯点缀啊！但是别一样，飞哥爱吃肉。这是那个牛排吧，是吧？哦，这个是牛排啊，对，啊，牛腩肉，牛排，对，然后再加一素肉嘛，素肉，吃不咋样啊？吃它这种社会肉，牛羊肉都是哦，放心。包子，包子，哎，对对，哎，这个还比较适合我的。是吧？羊肉包子，哦，羊肉包子，对。哎呀，我终于看见这个了，到碳水里边有汁儿，里边有汁儿没汁儿，这句话问完之后我就要后悔了。你看看这个包子皮儿，那部分最好吃，就是这儿最好吃。包子里有汁儿，真的包子好吃。妈，你口碑好啊，你认串认的。口碑想串，随便哪个包子都适合你的，哪样我都可以。对。啊，那比如说我爱吃面食。那又要泡沫啊，回面都行啊。你觉得他那回面是好在哪儿了呀？他写的呀，面积啊，太实惠，价格实惠，放着三样卖了。所以说，舌再崩，到最后还得吃，就是。还好见到了包子，还有大姐给介绍的烩面泡馍啊，否则我这一路走来见到的就是肉了，那岂不是更埋没了我这碳水小王子的名号吗？既然都说了要吃面，那我可是认真的呀。小伙子，这烩面的味道咋样啊？你看这中，中啊，必须中啊，哪儿中？哪儿都中，哪儿都中，咸汤肉梅，肉也多，这都肉可多，肉可多啊，这里头放的肉可多，然后吃烤肉块啊，你吃了有五六块？有啊，每回一来他家这都肉可多，分量可足，分量也足啊。你这是大碗？我这大碗，大碗多少钱一碗？大碗16，可以咬断，我看你行吧。哎呀，跟你说一声，可以咬断。人家这么习惯啊，很执着的一个孩子啊。哎，就是这样，哎，就可以的。所以说他这个面真是拉的还是比较紧凑的。哎呦，你别断了。你咋这么合群？人家俩都吃泡馍，因为那个泡馍太香了，最近减肥不敢吃。啊，对，得收着点。羊肉香，对，羊肉特别香。这句话辣椒比较多。辣椒比较多。对。这个泡馍看着可以啊。对，挺不错的，吃着特别香。对。嗯。然后而且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。这个肉啊，特别那个烂也筋，你看。哦，烂还有点嚼劲儿。对。泡馍必须得肉烂。特别有筋道，特别筋道。嚼劲儿。对。就一个字香。好吃，然后你可以来试试尝尝，就包括我们说没肉肉串，哎，对，哦，它这个肉串你看见了没？它不是白肉，卤的，对，这是卤过的肉啊，到那就熟面料，熟面料，不是这个肉烂不烂？你尝一口吧，要不光说烂不烂，问了好几个了。啊，一会儿，不是点上一份，他吃肉光过敏，他只能吃面，没法，他耐口变了，哎呀，我也不放吃嘛。汤鲜面筋的烩面，传统的木耳海带粉条的配置，再加上卤制过的大块羊肉，这样的一大碗16块钱，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。再加上大姐一直给我们推荐的这碗肉烂馍筋的泡馍，还有这表皮就透着油香的羊肉包子，这三样能够成为这里的代表，让大姐情愿吃完一桌子菜也不忘再点上一份，看来也是有喜欢她的原因的。咱这店开多长时间了呀？也陆陆续开，从93年，30年了。2010年挪到西三环啊，那个加油站那啊，然后再挪到这儿，再挪到这儿。哦，我说了，都说从开业开始吃，人气咋能这么旺？30年。
年的老店了，已经、是吧？啊，然后我听大家伙说，咱家那个，比如说那个羊肉啊、牛肉啊，品质都还不错。牛肉吧是从马沟宰的全牛，羊肉都是自己喂的羊，自己宰的。俺那个小孩他老爷自己喂的羊。哦，自己养羊啊，自己养羊，然后自己宰送到饭店，然后自己用啊、是吧？所有的包子、烩面、泡馍肉都用羊肉全自己宰的。我看咱是那个卤的那个羊肉块、对，也是煮了以后啊，厨师又卤了卤，加了大料卤了啊，卤的啊。然后一碗里头大概会放多少？比如大碗里头，大碗里放就是六块肉啊，对，算是彻底的自给自足了、对，那得，是吧？又传到他们家养羊的手艺怎么样？对，养羊的手艺。原来就是这自产自销的原因，难怪有老顾客这么多年一直会追着他家的味道。听海大哥介绍说，作为一家清真店，牛羊肉的选料就十分的重要，多年来一直使用自家养的羊肉来制作，也逐渐成为了这里美食的一个亮点。再配合传统手艺的制作，我这逐渐失去的碳水生活不就回来了吗？谁说天天吃我那牛肉吃是不是啊？牙一下啊，好，还是这个泡馍哈，这边的价位呢是25块钱，但是呢、你可以看得到哈，肉给的还是挺多了，导演有改过吗？啊，有改过吗？它这个馍，我觉得有一个好在哪儿，它那个芯儿里边啊不硬不干，吃起来整个来讲还是那种软筋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它汤味上来说啊，一个确实是香，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腻，上面这个肉哈、也很烂。可以，够了吧？好，成功。啊？这个面皮啊，应该就是自己和面和出来的，因为它跟你买回来那个不太一样。肉块啊，虽然是那种卤过的，但是味道不是特别重。哦，真是自己养的羊，这肉给了是一疙瘩一疙瘩的，你知道吧？也没啥膻味，肉很香。行不吧？俺就吃这一个菜。这都是你。看看没有看，这俩像是人了是吧？对呀、从你可以找一个。这个从菜是猪圈，是你是吗？对，你们家是不是就在隔壁、很近的，孩子特意跑过来了、特意跑过来吃红面是吧？要见小飞叔叔是吃红面，这不是吃红面。哥，好，我呢，孩子的心愿就是想给你喝杯羊。欢迎收看《新疆美食》，我是大嘴。下班了啊，又串给大伙儿觅食了。大爷，今天吃啥？今天吃个暖和的。暖和的？哎呦，那不得是个锅吗？铁锅炖。哎呦，炖啥呀？这是？炖点啥啊？还真不好说。不好说。但是能确定一点啊、他们家有一个硬菜。硬菜。非常硬。不要钱。不是，没搞错吧？硬菜免费。硬菜免费。铁锅里炖点啥还不好说，硬菜竟然还免费吃，你相信吗？美食大测评，尝尝肿不肿？瞧瞧这店里的卫生收拾的还挺干净的，但是环境啊真的谈不上，人气倒是挺旺，每张桌上都放着一口不小的铁锅。这锅是牛肉串大肠，牛肉串大肠啊，两条。这锅多少钱？98。98。哇，这肥肠啊。哟，还不少呢。这配菜是锅底自带的吗？他配的。配的是吧？送四个菜。还送四个菜啊。经常来这吃，经常。我们一般好吃的牛肉配大肠。这是大肠有那个脏气味没？没有，那牛肉像那油腻，知道吗？香是吧？香，就是香。哎呦，非常过瘾。尝一尝。我的，今儿我真想尝一尝，不好意思。咱俩多个品种啊，羊排、炖羊排、炖鸭蛋、羊排、牛腩。牛他家品种还挺多的，是。他家的品种那么多，其实可以多点几样，是吧？把它组合到一起。没事，你们喝。哎呦，这感觉，你说，是吧？外边那么冷，约上三五好友，来这儿吃个铁锅炖，喝点小酒，经常吃，吃了十几年了。十几年了？对呀，这叫我叔叔的事儿。叔
能带出来的。那你要说这个店是有年头了，今天你们点的这是羊排和酥肉。哇，这会吃啊。然后这羊排带骨头，我看到了，不敢打羊排鸭肉。好嚼得动吗？好嚼的，小朋友可以是吧？小麦嘛，我看这个怎么是没睡醒是吧？对吃没睡觉哦，对吃一点欲望都没有，看到一锅肉不兴奋。这不好意思啊，这川粉什么都是锅底自带的，对，送的哦，还算可以啊，肉能选，然后还有能选的配菜，满分10分，摸着良心给他打个分吧，我们真实测评的啊，10分吧，哦，满分啊，啊，我是觉得口感方面，我觉得很好吃。知道为啥不确定铁锅里炖啥了吧？可选的食材太多了，组合的方式也可以随意搭配。哦、你们家这个铁锅炖，我看那肉什么东西还能自己搭配自己组合？啊、对，任意可以组合。一共有多少种？现在十种啊！你要说实话啊，你想吃什么都可以搭配，那你得有啊，问题是只要不违法的，咱管卤的都可以搭配。我的老板口气好大呀、啊！哦，都是现做的吗？是吧？肉是上班卤好的。哦，肉是已经是加工好了啊。对，上班你看这卤好的。哦，同给这个是啊，等于是就是谁点的，你直接配个锅底就行了。对，配个锅底。我因为说实话，干了这一二十年了啊，我基本上都给它标准化了。什么料全部堆到一块儿了。你看一晚上最高峰50-60桌的时间都不在话下。店里的炖锅肉类从鸡子到鱼到虾，从酥肉到牛三样，从牛羊肉到肥肠和大骨，10种您可以随意搭配。怎么样，你最想搭配啥呢？锅底的口味也有4种可选，免费的菜品有12种，您可以任选4种加到锅里，而且面也是免费的。炖锅从68块钱的鸡肉锅到118块钱的羊排，性价比也不错，7.9分。食材都是提前卤制或者加工过的，品质看上去也不错，7.8分。食客点锅之后，只需要在后厨用秘制料熬制个底汤，把组合好的食材放进去加热即可上桌，所以上菜速度也很快。不过这免费的硬菜到底是啥呢？到底硬不硬呢？我们家还有个硬菜，说是免费的。哦，啥？我看了，那是，这是硬菜啊？不是，你说那个硬菜跟我想象当中的硬菜不太一样，炸馍干这是？对，炸馍干。哦，这是粽子。这是干吃当下酒菜，这是很硬吗？脆的，干脆的那种。干脆的，好吃，还能涮着吃。可以涮，放那边可以。可以。这是送一份还是？单位可以找他要。哦，不够，不吃找他要他就给。这是老板娘是吧？哦，老板娘，这硬菜吃完了能续吗？可以，免费的。是谁来都可以。都可以。都确定都可以。谁来都可以。炸馍干，您说到底算不算硬菜呢？说是馍干，其实就是饼切成条，在油锅中反复浸炸，捞出后再撒上孜然五香料，干吃或者炖锅里涮着吃都可以。开吃吧，铁锅炖。他们家人气是真的旺啊，在这条街上开了12年了。哇，来这儿啊，先管老板要份免费的硬菜，这跟我们想象当中是不是不太一样？先尝一个这个不涮的啊。哇哦，焦的，它上面撒的有料啊，有味儿，当小零食下酒菜都可以，两吃，干吃也行，咱下里面当涮菜涮着吃也行啊，尝尝里面的真正的硬菜啊，先来个肥肠，看真肥肠啊，里面是带着油的，而且块儿都特别大，哇。一入嘴特别 Q 弹，但不费牙口，哇，里面带油，越嚼越香。它锅底就是微辣的锅底啊，风味是够的啊。再尝一块里面这个牛腩啊，他们家肉块粗出一个大，你看这牛肉块也大。来这儿真的吃这肉就是大口吃肉。
很暗啊，很入味儿。牛腩带着筋膜的部分，哎，口感不错，因为它提前都卤过，其实所有的肉都已经入过味儿了，在这个锅里面稍一加热，二次入味儿，这个味儿真的已经入透了，特别的香啊！里面的配菜也很丰富啊，12种，自己选4样，可以可以。炸馍干真的是嘎嘣脆，稍微有点硬，但是真的是香啊！在锅里涮着吃，又是软筋的，7.9分。大肠是油香不腻，没有脏鸡味，入味很透，口感筋弹但不费牙，好评8.1分。牛肉口感软烂微筋，一点也不柴，香味很足，8分。吃完了，咱门口叨叨几句。哇，是个过肉瘾的店啊，店面不大，里面的人气是真的旺啊，但有一说一，这个环境着实有点一般啊，但至少卖的东西实在啊，那可是纯吃肉的啊，涮菜呢也不要钱了，自己选4样，直接加进就够了。我觉得真的，你要奔着吃肉来，什么菜都不用点，只点一个锅就够了。整体来说，打个7.8分是没问题的。大家好，美食，我是老土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店来尝鲜，吃货不踩雷。这么如此饿了一个点儿，我的导演要带我怎么说？我先问你个问题，如果提到地锅，你能想到什么？那就是热闹、热乎、过瘾、豪横，对不对？就这种。我今天再给你多加一个感觉，氛围。今天我要带你吃个很有氛围的地方。要说这地锅的氛围，刚到地儿就感受了一波。这个氛围就先从这门口开始呗，对吧？我在这星星点点的灯光之下，就这种感觉。后面赖扯了，这人家这体验也可以。哦，哟，这溜你说他是个卖个烤全羊，我也信。大包间，全是包间，1、2、3、4。你看，现在估计能用了差不多5个包间、6个包间。好家伙，好家伙！你说它是大厅，我就当它是大厅；你要说它是个仓库，我也行。今天这家店，与其说是店，更像是个营地。一个大院里放了好几个蒙古包，空间非常开阔。坐在蒙古包里吃地锅，热氛围可是就一下上来了。这个蒙古包装修的正高档呀，正门是吧？这多高级！都常来吗？你们？常来吃。您来过大概几次？一只手肯定是数不过来，两只手还有点悬。这个环境，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就觉得很惊艳。很惊艳。在郑州，像这样的吃饭场合，说实话不是很多，所以第一次来就觉得很惊艳。后来吃了以后，发现菜味也特别合口味，然后就隔三差五的就来。这边好停车，院子里也宽敞，特别是冬天天也冷了。这你看这几个人找个这小房间，越吃越暖和。就家庭聚餐的感觉。家庭聚餐了。很多奔这儿来的，可能最先被吸引的就是这儿的环境了。如果人多，点个小包间，暖暖和和的吃地锅，感觉非常温馨。再加上这个超大的院子，停车也不是问题了。但这还只是第一印象，能留下回头客还得靠这里的味道。这是必点的，大锅子是必点的。对，然后这个锅完了还可以涮各种菜，尤其是这个锅肉炖的那个烂，口感好。哪种是吃的比较多了？排骨，尤其是这个干豆角，绝对经典。肉咱都不说了，对吧？啊，我也不说肉，我就想挺肉的，那一锅全是肉。因为肉都没问题，对，都没问题。不管是排骨也好，你还是炖其他的，都是特别特别入味。包括你看这里边的豆腐啊啥炖的，都是特别入味。你咬上一口，那种感觉只有你吃了才知道。我五花肉吧，给加了五花肉，炖不了这个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炖不了这个味儿。我这么长时间头一回听到肥而不腻的下一句叫瘦而不柴。后一回听，你是把这个话完整的说出来了。另外就是提前订的话，你到这刚好，这吃入味的很。建议一定要提前订，因为这个一般要等的话，你得等多长时间？有等过没？当然等过了，最少也得等一个多小时。等一个多小时，对，那吃个饭还不够熟。那你是吧？酒香不怕巷子，酒香不怕巷子，对吧？啊，好事多磨，就得做了酒才能吃上这东西。老吃家最推荐的吃法就是提前预定，先炖上。吃地锅可不能心急，慢慢炖出来的更入味儿。一般来说，鸡子、排骨啥东西都是每天都是先送了，每天送，每天上午送，早上送。咱家这算啥味儿？算是酱香味儿还是算啥味儿？主要是烤酱还是烤？不要酱，不要酱啊，要用酱炒出来不好吃。那你算是咋做了？就正常有专门的这个调料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算是干料炒出来的地锅，对，然后再加水炖，对，不是说
那种打酱炒了，不是不是。哦，这里的一锅基本上还是一些比较传统的菜品，柴鸡、羊排、五花肉、大鹅，这些地锅必备的全都有，但是做法上又跟一般的地锅不太一样。这里地锅全是干料猛火爆炒，再加汤去炖，整个过程是不加酱的。那这样做出来的地锅真的好吃吗？咱也赶紧来尝尝吧。乖乖，就这样，您看看我们这应该说从火候上来说已经炖到劲儿了啊，炖到劲儿了，饼还瓤一点，但是其他的肉已经完全没问题了。五花肉超级好看。要的是微辣锅，我觉得这锅吃到嘴里之后酱香中透点辣。这个说实话它的这个地锅口味啊，我觉得算是一个就是标准的咱郑州的地锅口味，啥口鸡肉连皮带瘦啥都有。好好好好，呲住牙咧住嘴，也一分一秒都不能停。都说这个千滚豆腐万滚鱼，但是地锅里的饼就变成了第三个需要滚的东西，就是它。饼越厚，滚的时间就得越久，就得越吸味。哎，咱好像有个同事在家也做过一次地锅，跟我长可像的孩儿。跟我长可像的孩儿。饼真的是灵魂，美术美术。就这饼啊一定得滚到位，多炖一会儿就贼好吃。毕竟人家返点，所以说人家估计比那块做冰了水平稍微要高一点。废话，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吧，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。它外面算是浅沾一点这个底味，但是里面其实还吃的不够深。哦，咱这个要配着这豆腐片，我这一下就下去完美了。就是这个味儿，因为这个应该是玉米面饼，玉米面饼还带点甜味儿，你知道吧？甜滋滋的饼，然后再配合这个酱香带点辣的这汤水豆腐皮儿，又过瘾又好进嘴，你知道吧？夸嗒一下我就咽进去了，过瘾。吃地锅肉还真不是最精彩的，就是得吃那些能吸汤汁的配菜们，才能吃出这个地锅的精华。玉米饼子、干豆角、豆腐块，在这肉汤里炖个十来分钟，那味道比吃肉还香。话说回来，这地锅口味算是比较正常的水平，没有特别惊艳的地方，肉也算是比较新鲜的，没有异味。价格来说，人越多吃得越划算，基本上人均消费就在50块钱左右，也是能够接受的价格。吃完了，咱有话门口说两句哈。我今天来这地方，我觉得它的这个要说氛围感确实是有的，特别是适合我觉得家庭聚会，因为那一个包间呢，家里来个10个8个人的话，做的是比较宽松、比较宽敞的，吃的地锅的味儿也还可以，就是中规中矩的，就标准的地锅味儿。所以我觉得这家店呢，如果综合来打星的话，可以给到3.2星的成绩。美食大测评，尝尝中不中？哎，下班了啊，又是要给大伙觅食了。导演，今天探个什么？今天给你找一个河南人最爱的搭配组合。河南人最爱的搭配组合，可以任意搭配，随意搭配。哇，那可好多啊！各种你想象不到的都能配在一起，而且还有免费的东西，环保。你说免费的我就感兴趣了，价格还很实惠，是吗？是，走吧，赶快看看。我们中午12点多过来的时候，店里已经坐得满满当当，人气还是挺旺的，可以给个7.7分。虽说店看着不大，但整体环境还是可以的。咱先去和食客们聊一聊。非常好，盛牛，盛牛，郑州第一！你这一张嘴都是个托，你这郑州第一。我说，哎，给他干活嘞，这金榜天年嘞，自由价廉，老板帅，说话还得，吃的也好，这是实话实说。老板，这话都说成这了。你这手别抖啊，别一会儿多放点肉、啊。这不是托啊，问尴尬了、啊、一会儿。忽然俺俩人一顿爆夸是吧？他这是实话实说，这不能夸，确实不错。基本上每周要来个2-3次到3-4次。那你频率挺高的，你也拿这当食堂呢，这是方便嘛，性价比很高。另外一个确实味道比较好，尤其它这个肉，羊肉的肉质跟鲜美。这家小店主打的就是羊杂汤和豆腐菜。种类相当多，价位从8块钱到30块钱不等，也算是比较正常的价格。不过我们仔细一看菜单，还真和平时街边的小店不太一样。这家店细分了羊杂豆腐菜、羊肉豆腐菜、丸子烩面、酥肉烩面等等这些不太常见的品类。我看你家的东西特别多，吃啥的多一些？一般吃豆腐菜跟喝羊杂汤的比较多。那豆腐菜里面是不是也能加羊杂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加羊杂、羊肉、丸子还有小酥肉都可以加。丸子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
就这个是吧？这颜色还这么深呢，这是啥丸子呀？牛肉丸。那这个这是酥肉？牛肉小酥肉。牛肉小酥肉。一牙肉就一牙肉，都是牛肉。看大家这羊杂，这羊肺、羊肝、羊头肉，这边是有肚有肠，知道今天的。要都在，把这给它加。羊，这不是羊杂汤还有二合一吗？我就。其实来这家店吃饭，您只要在豆腐菜、烩面、汤这三样里选一样，剩下的东西全部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加，怎么搭配全看您自己，想要多点还是少点都可以和老板说，这点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你吃的是羊杂还是羊肉？我在这吃一般吃羊肉，吃羊肉汤味还行吗？对，汤味也很纯正。你想要纯白汤也可以，想加点油也可以，加点辣椒肉也不错，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。羊肉豆腐菜，还有那个丸子豆腐菜，还有酥肉豆腐菜都可以。他给那个东西还挺丰富的啊，这满满一碗菜，这是选配的吗？还是标配啊？自己选的。你这碗是多少钱？15。相比较，你觉得他们家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他们丸子炸的特别香，而且那个辣椒油也吃的特别香。这是羊油辣椒吗？羊油辣椒。这是灵魂是吧？你吃盒饭面呢，吃这豆腐菜得放这个东西。说起羊杂汤和豆腐菜，除了肉，最重要的就是这辣椒和汤，两样缺一不可。据老板说，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秘方。看看这个，像不像吃那兰州拉面？咋配的还有这个呀？这个炸豆油酥里就是拿一点辣椒，这个是纯辣椒，这是纯香。这是纯香的是吧？对，这个不辣。看人汤，这汤是没点过，你看不留羊肉啥？包括骨头在那儿放着。对，羊棒骨啊，就这羊肉。大概用到多少斤骨头？多少斤肉？60多斤到30斤左右。店里的羊汤每天都是夫妻俩挑起现熬的，里面大块的肉煮好之后捞出来备用。不管是烩面、羊杂汤还是豆腐菜，都用这锅汤来打底。这肉和汤咱都看到了。导演开场说的那个免费无限吃的东西，究竟是啥呢？这碗锅汤什么呢？冰上的。其他地方现在都假钱，他这都不假钱，不假钱啊，就不够吃还能续。人家有的卖这就顶多送你一份儿，真能续吗？这玩意儿？免费，咱家冰不冰丝随便吃。到咱店的小品没有人喊冰丝，还有冰都穿包，汤也是免费续。对，免费。哇，那这样说话，这个性价比就很高啊！我这饭量，那一份冰丝都够我吃了。偶尔有时间忙的话，再回一下玩。多洗碗汤，多洗碗汤。免费的冰丝锅盔，再加上无限免费续的汤，这性价比真的很可以了。和大家聊了这么久，我们也点了一份15块钱的丸子豆腐菜，单独加了10块钱的羊杂，一共花费25元，赶紧坐下来尝尝这味道究竟怎么样吧。今天我要的是25块钱的配置，哇，整个冒尖了啊！豆腐菜配羊杂，这是他们家卖的最好的两样，分一分看一看，哇。豆腐菜配置里面东西，炸的豆腐切成条，然后粉条，这个量我觉得不用配这个饼丝跟这个锅盔了，我就是一碗这个菜我基本上都吃饱了。哇，肯定冒着热气儿啊，今天这天冷啊，这吃碗热乎的东西舒服，粉条爽滑筋道，这豆腐出完油切成条吃到嘴里韧韧的，很有嚼头。这羊油辣椒在里面起到了70%的作用。尝尝这个肉丸子，人是牛肉丸，还不是素丸子呢。含肉量不是很高，但是吃上去很香啊，毕竟性价比在这摆着呢。看他家这肉，包括这肚，看处理也非常干净啊。这个肺的脏气味确实有点重啊，降不住这个味儿的话，这个可以选配啊，来口汤。因为加了有羊油的原因啊，喝上去比较醇厚一些，香，它就是香，真可以。单就我们今天品尝的羊杂豆腐菜来说，羊肺和羊肝多少还是有点脏气味的，不过还是要看个人口味，如果您介意的话，可以提前和老板说，在选羊杂的时候多要羊肚和羊肠，配上免费的饼丝和锅盔，再续点汤，在这儿吃饱喝足不成问题。豆腐菜吃完了，咱门口叨叨几句啊。他们家这个做的突出一个性价比，汤呢还可以，还挺鲜的。最主要是辣椒油比较提味儿。来这儿人很多选择它，也是因为啊出餐快，再加上啊这个花钱少，这是最主要的。所以说啊是个吃饭的地儿，我觉得能打个7.6分是没问题的。您要哪天突然路过的话，想吃个热乎东西，他家是个选择。
小店帮你搜好美食在街头，这是一大早啊，导演。一大早啊，7点多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去吃一个老店。老店就在就是您正前方这个小区的后面啊。然后这附近的居民说啊，这个店在这儿开了有30多年了。哎呦，老店了呀！绝对的，妥妥的老店。很多人就是在旁边上小学，从小学开始吃，吃到现在上班。现在带着孩子，然后介绍来吃。嗯。郑州的早餐不仅仅只有胡辣汤、油条之类的美食，如果您身边有几位郑州土著，很有可能就会向你推荐这家制作丸子汤的早餐店。开在小区楼下有些隐蔽，但是吃过的朋友都忘不掉。哦，这个方便面谁吃？必须得来点方便面。方便面是他们家的标配吗？一般都会来一块吧。都会来一块儿，一块钱一块儿啊！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的，感觉还一个星期不吃都不来劲。那基本上就是会经常来这喝啊，对，是吧？之前有个老爷子，今天没见，你说这个店还真的有三十年吗？三十多年，三十多年，比我大，哦，比你都大啊！那冒昧的问一句，您？我三十三了，所以说这个店有个34、35年应该是没问题的啊。对对对，是吧？对。为啥就这么喜欢喝他们家？那您觉得他们家是好在哪儿啊？那说不出来，就是习惯了。就是习惯了。对对。那个肉丸子那肉多吗？肉挺多的，肉还挺多的。啊、对对。能吃到那个肉的那个颗粒跟那个感觉。刚才我去买那个拆骨肉啊、嗯，一般买不到。这个老板知道我喜欢，从下面拿出来的。专门给你留的，也不是给我留的啊。有人老来吃的知道有啊，老客知道。对，小学初中就来这儿吃的老吃家特别多，以前是他们上学早起必吃的。说起这味道，他家的丸子汤从色泽、卖相到吃法都有所不同。您这算是老客了吧？老客了，老客了。老客了，我和我哥就在隔壁之间上的小学啊，然后就一直从小就在这儿吃，反正基本上因为现在离得比较远嘛，一周一次吧，基本上差不多。哎呀，离得远了还得一周一次，因为比较喜欢这个，就味道吧，嗯，习惯了。嗯，但是我看到这个汤很黄啊，这个。对，就是咖喱味道。就加咖喱味儿。就比较独特吧。嗯哼。反正在郑州，就这一家吧，应该我感觉。反正是别家我是真的没见过。对。是吧？对。不是，他这个牛肉丸子汤里头加咖喱，舒服吗？可能一开始不太习惯吧，但是后来。就吃着吃着吃着就养成习惯了，就好上这一口了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嗯，丸子怎么样？丸子筋道的，挺筋道的，挺外面挺糯的，然后里面就有嚼劲，有嚼劲。对，其实吃的吧也不是肉吧，主要是那个感觉，主要是主要是喝汤啊，那个味儿。咖喱牛肉丸子汤是这家的特色，也是让无数老吃家从小吃到大的美食。啊、丸子咋样？丸子不错，丸子不错，是那种。像博爱的那种叫啥，那种丸子，那种感觉丸子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嗯，这个汤喝起来怎么样？汤喝起来很够味，很有味道，很有味道啊，很有味道。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也就是因为它这个汤的味道过来的，主要是因为家有咖喱，对，那咖喱的味道很不错。因为老郑州人吧，可能以前你对这个什么拉面呐、洋记啊，他们那种拉咖喱的那个味道，可能早早就接受了。对对对，你像这个丸子汤，它加了咖喱，大家接受度也比较高，也比较高的。你看在这一片，好像你看那个拉面里头加咖喱，对，烩面里头加咖喱，对对，所以这个丸子汤里头加咖喱也。不算很意外，不算意外，大家都能接受，都能接受，都能接受这个味道，很喜欢这个味道。嗯，那咖喱那个味儿重吗？还可以，算是比较明显，算是比较明显，是吧？对。哦，那他这只有这个咖喱汤的吗？他也有清汤的，就清汤的，但是我每次都喝这个咖喱的，开胃。对，早上起来喝这个很通透，很通透，很通透。啊，得嘞。和很多丸子汤不同的还有一点，不少来这儿吃咖喱丸子汤的客人都喜欢加一份现煮的泡面，丸子1块钱3个，一份泡面1块钱。有两种哈、一种是带咖喱的这种汤底的，一个是原汤的，就清汤的那种，是吧？不是，您这锅里放个葱是啥意思啊？这个葱是招牌吧，丸子馅儿早晚不一样。哦，早晚不一样，比如这边会早一点，这边会晚一点，啊、是吧？啊、不至于说口感差别太大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咱这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汤里加咖喱吗？还是后来才开始加的呀？一开始就是。一开始就有。啊，那咋不想要加咖喱呢？平常我们喝丸子汤一般都是清汤的那种。
老爷子烫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反正老爷子就是这么做的，对，是吧？对对。嗯，哦，罐子啊，看到了吗？多少钱？嗯，这个面啊，是在这个汤里头煮一会儿，对，是吧？嗯，啊，这丸子多少钱一个？1块3个。1块3。这个啥？啊。面油，你再等等吧，面油我给你捞去。啊。除了牛肉丸子，还有牛肉酥肉、麻辣牛杂可以两叉。如果两叉，建议丸子要个5块钱、8块钱的就够了，加上一小碗的蒸酥肉，分量非常的多。这个是少不了的，是吧？来口汤哈。当这个汤呢过这个嗓子眼儿的时候啊，有那么一点点的很轻微的那个叫什么辣辣的感觉，但是喝起来会很舒服啊，一口下去，丸子挺香的，就是外表哈，煮的那种绵绵的糯糯的感觉，但是里边呢一口下来之后还有那种软软的筋筋的那个QQ 的感觉在，味道挺足的。这瞬间有种感觉，有点像在吃咖喱拉面一样。别小看这1块钱的老式方便面，煮上一会儿，半软半硬的状态，吃的时候再泡一会儿。浸满咖喱味道的汤汁，用小飞的名言就是软筋香。这个呢也是一个两叉，是这个酥肉和杂的两叉，是吧？这个就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它不是咖喱汤。它这个就属于那个正常的一个清汤的味道，就是那个清汤味儿，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杂的味道，但是杂本身啊没有什么那种很重的异味啊那些。脏器味都没有的，吃起来基本上就是这个，这杂本身的那些香气哈，还是比较足的。如果您对这种咖喱丸子汤有兴趣，找个不忙的早餐时间来尝尝看。小店6点营业，一直到中午12点半，想品尝的朋友注意时间了。新店来尝鲜，吃货不踩雷。哎，今天下班这个出门有点晚，但准备吃啥？吃之前，我先提问一下，记不记得有一个贯口相声，然后叫报菜名？满汉全席南北大菜，什么菜？太有名啊，这我知道，谁都听过。那你来报一下。那我可记不住几个。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儿、烧花鸭、烧鸡、烧子鸡、烧不是烧子鹅、烧雏鸡，然后卤猪卤鸭、酱鸡腊肉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。Nice。那还行啊。那后面真记不住啊。咱今天就是吃你刚刚说的其中一道。这是满汉全席吧？我这哪一道呢？弄出来，这不都是个大菜啊？那走吧，尝尝味儿怎么样？看来咱今天吃的是个硬菜呀。不过这个店面，这儿吗？这么小的店，我站门口就能看到里面有几张桌了。这里面吃满汉全席？啊，对，一道。总感觉今天又被导演挖个坑了，真的是好小一店啊！哇，这吃上了，就是第一道，头一道大菜就是蒸羊羔。真是万万没想到啊！我想着怎么说吃满汉全席得是个大饭店啊，小饭馆子卖满汉全席，你们家就等于就是卖蒸羊肉。哎，对，就卖一道菜，蒸羊排、蒸羊腿儿，就这两种。哦，有2斤的，有3斤的，价位不一样。蒸着吃的在郑州好像还真是不多见啊。有烤。对，咱就没吃过蒸的。对，今天头回吃。报菜名第一道蒸羊羔，没想到还真有卖这道菜的，而且在这家店里只卖这一道。想必在做法上他们还是比较用心的，真的像一个大蒸房一样啊。这里面蒸的就是那个羊是吧？对的。你们家用的羊是什么羊？是宁夏的盘羊，一般选材是在10到12个月之内的羊，肉质比较鲜嫩，膻味比较强。哇，这就是刚才说一进店啊，就是一个卖羊肉的店啊，就是你能闻到肉香味，确实他家这个羊的这个膻味啊基本上是闻不到的。哇，羊排
哦，这上面看能看到中草枸杞，这大片的这是什么？那是白芷。那这有味儿吗？有底味吗？什么盐呢？什么东西？没有没有，我们这是淡味的，什么味都没有。啊，什么味都没？是的。那等于说这个吃的时候还需要再配个蘸料是吧？嗯，对对，配个小料。这盘配菜啊，它有肥有瘦，看着就过瘾啊。看起来这个做法挺简单的，就是羊肉上放些中草药，什么调味都没有。但其实处理羊肉的过程可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们首先是去血水，就是用清水泡上两个小时，把血水去了，然后用我们的料，然后再腌制十个小时。哦，这个需要腌那么久啊？我们腌制的过程是增香去膻的。那所以说这个肉其实好不好吃啊？一是跟肉本身有关，再有就看这个料了，是吧？对的。哇，就这大盘儿。对。哦，就拿这个盐就抹在上面就行了。不是的，放到也是放到水里面泡。哦，用这个料水去，泡上个十个小时。是的，泡完之后就上锅蒸吧。感觉这个羊排这一套流程有点像洗澡的流程。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嘛。啊，先洗个澡，然后再用料做个马杀鸡，然后最后直接上汗蒸是吧？再问个灵魂问题啊，这真是满汉全席里的菜吗？满汉全席第一道菜嘛，蒸羊羔嘛。总觉得你这是报菜名的菜啊。但不管它到底是不是满汉全席的菜，好吃才是硬道理。我们也赶紧来尝尝吧。磨刀霍霍像牛羊，蒸羊羔，人家其实就两种，一个是蒸羊腿，一个是蒸羊排啊。今天我们要的是蒸羊排，为啥呢？羊排带点肥肉，感觉更香是吧？像平时咱吃羊肉啊，考验食材，食材够好，水煮、清蒸都行。哎，这个蒸的做法。应该在郑州不多见啊，算不算独一家不好说，但是确实我是头回吃啊。看这蒸的方法，哎呀，蒸出来的，看这冒着热气儿，这天儿能看到点烟儿，你看这叫烟火气息是吧？看这羊排啊，分完之后，这有点像那个内蒙那边吃那手把肉的感觉啊。这煮完之后，自己拿小刀自己去分割啊，这个提前腌过的，但是没盐味儿啊，就是全部用料去腥的。这种做法真的就是特别考验食材，你肉一定得好，肉不好你不敢说是清蒸或者水煮。他家这酱菜很大特点，就是一进店真的闻不到羊膻味儿，包括吃的时候也是，这个膻味儿去的是非常干净，肉质比较细腻一些啊。他你看能看到这个肉的纹理感，但是你吃到嘴里面这个纹理感非常弱，肉非常的细腻，而且蒸出来这个肉显得就是多汁儿，比较嫩一些啊。其实白口吃虽然没盐味儿，吃出也挺香的，吃的就是肉的本味儿。你看他这个配的蘸料也非常多啊，来吧，咱来个烧烤酱，换个风味是吧？这瞬间吃烧烤风味啊。烧烤酱味一般啊，这个跟平时咱夜市地摊上吃那种烧烤风味还不太一样，它里面没孜然，尝尝辣椒面怎么样？主要它这个干辣椒面不是很辣啊，特别香。这个应该是熟辣椒面，它是过过油炸过之后把它捣碎的那种啊，挺香的啊。再来一块尝尝这个，尝尝这个韭花啊。哇，这个韭花的味儿好冲啊！这蘸完闻一下这个味道，哇，要说提味儿啊，还是这个韭花提味儿，但是前提是您得吃得惯这个味道。他们家在这儿堂食吃的话，会配的有这些小菜，包括饼，其实都是免费的。这是我们重庆的麻辣豆干啊，麻辣豆干，你吃，哎呦，刚做出来的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，夫妻小店儿。老板人就是特别随和，来这儿吃个饭还送自己的私房菜，这是店里不卖啊。老板重庆人，你能想象吗？这里蒸羊排168元两斤，羊腿238元三斤，赠送的有小饼、洋葱、黄瓜、蘸料，可以卷饼吃，也可以直接吃。直接吃羊肉也不会觉得没有滋味，因为本身羊肉品质很好，肉香味很足，直接吃更能感受到羊肉的鲜美。蒸羊羔吃完了，咱门口叨叨几句啊。别的不说啊，就说他家这个食材本身是没问题的，羊肉啊口感味道都挺好的，蘸酱不蘸酱我觉得都能吃，撒点盐都挺好吃。这个环境啊，着实有点一般。小店一个夫妻小店，里头满共就四张桌。整体来说啊，我觉得能打个3.8星是没问题的，是个吃羊肉的地儿。欢迎收看香香美食，我是孟涵。今天我们又出来找好吃的了。导演，你手上拿这个是什么呀？行，你先不要看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要吃个带灵魂的东西。灵魂的东西，来吧，展示出来。这么灵魂，好家伙！大家跟我一样，是不是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？这普普通通的小烧饼一个，你跟我说它有灵魂，咋了？它是能唱歌，还是会叫一声香香美食？它这个灵魂，带你去找。
走。哎，应该是说汤比较好一点。汤好，您喜欢吃这个辣椒的还是这个原汤？一般的辣椒的。它这个辣椒和汤都灌进去，这辣椒水不呛吗？它好像吃不出来那种呛，经过加工之后好像没有那辣椒那种冲味了。那是辣椒的。有一种香。不浇这个是不是就没灵魂呢？反正不是老好吃。大伙是你一言我一语，无不再说他家的汤好，这可把孟涵心里的小馋虫给勾出来了。可这淡红色的汤汁儿，除了上面漂浮着一层明晃晃的油之外，也没啥特别之处啊，还被称呼为灵魂，真的假的呀？那咱美食大测评，尝尝肿不肿？我吃两天了，没吃过。哎呦，我问一下，来这儿吃个这种小烧饼要等很久吗？差不多，反正一般中午来的时候，然后就会排队吧。味儿还是可以，所以排队也愿意等。对对对。那口感怎么样？就是软中带筋嘛，然后我们家还在吃。味儿浓。味儿浓。嗯。它那个味儿主要是从哪儿出来的？它料里头，它不是说那种焦酥的那种饼。那我想问一下，里边又是浇这个汤汁，又是浇这个汤汁，它会不会把这个烧饼给泡浓泡软了？泡什么？那它这种加进去配着它这个烧饼，到底是口感还是说它这个汤的味道更吸引您？我觉得应该是汤的味道吧，因为那个很多地方都有那个豆皮儿之类的东西。对。但是我觉得有的地方是不好吃的。它这个好吃到哪儿了？应该说是比较香吧，整体感觉就是跟那个普通的豆皮吃着它不一样。而老板说，店里主打灌汤烧饼，在这儿经营3年多了。汤的味道也是深得大家的钟爱，店里有5-6种烧饼加菜，价格也是从4块钱到9块钱不等，味道有不辣和辣2种口味，食客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。但这烧饼浇汤的操作方法跟市面上的有区别吗？我喜欢吃浇汁的吧，口感跟那个口味味道都适合我吧。我乍一看，我觉得这烧饼人家都加好多菜，它只有类似这种豆皮儿，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豆腐串之类的，会觉得单调吗？不会吧，我看个人口感吧，我不是太喜欢吃那种就是烧饼加菜炒的那种，个人的口感我觉得那不是太好吃，口感上我觉得还是不那么干吧，就有些地方做的就是你吃的它比较干，然后比较噎的话，这个不噎，对对对，这个味道更浓吧，有汁嘛，然后觉得更好吃。可能说我个人口味不一样，我一般不太爱加菜的汤。啊，不喜欢汤。对，因为我不行，你汤的话，可能说吃的时候就比较麻烦。这个东西是不是必须得趁热？我一般都是趁着吃的，对，趁着吃，然后有热气吧，然后我的味道肯定口感也是比较原汁原味的比较好。性价比怎么样？便宜啊。便宜，可以，对，比一般的像周边的卖饼的还是更便宜。明白了，那打个分吧，满分10分，能给他们结合一下口感、味道、性价比，打几分？打9.5分吧。哇，好高呀！这扣了0.5，扣哪里了？我怕他们骄傲，你知道吗？继续保持哈。对对对。老板，你们家的灵魂是什么？是我们的这个秘制料汤。秘制料汤。两个都是吗？对，一个是不辣汤，一个是辣的。为什么管它俩叫灵魂料汤？因为这个料汤的话，我们是经过25种中药材，然后是特别熬制的，到最后一道冲进全部都是灌汤。这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啊！老板说，灌汤烧饼是老家新乡的做法，味道比较香浓，食材更是从老家运过来的。既然这样，咱们也来上一个，先替大家伙拿拿味儿。噔，来个9块钱的全家福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虽然这个烧饼乍一看个头不是很大，但是加满里面的菜了之后，我发现这一个我是肯定能吃饱的。先说一下这个汤汁儿哈，浇的是真多，底下隔着塑料袋就露出来这么多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烧饼至少是趁热吃，它是好吃的。这个烧饼还是导演说少浇点汤，少浇点汤，还这么多汤，闻上去真的很香，尤其是浇了这个辣椒汤，你看这个辣椒籽儿都在上面，它是炸过的辣椒，所以闻上去是那种香辣香辣的。咬完那一口下去，旁边的汁水就嗖了一下，有点被挤出来了，还响了一声，很软很筋道。我觉得它这个卤过的豆皮儿，首先很新鲜，它那种豆制品的豆香味很足，而且吸满了那种底汤，让我吃出了一点肉的香味，很奇怪，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料油熬得好，所以让我觉得在吃这个豆制品的时候有豆香味，也有那种料油底汤，
非常丰富的料香，让我有一种貌似在吃肉菜的感觉，就是很浓郁的香味，而且这种香味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，它这个料绝对是他们店里的这个灵魂。所以如果大家想吃这种带汤的灌汤烧饼，汤汁很浓郁很充盈很饱满的感觉，你就多加这个吸汁的豆皮儿，真的是一口下去爆汁儿，很好吃。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吃那种汤汁非常多就是吸满的感觉，你可以多加一些这个豆腐串。所以整体来说这种都是卤出来的豆制品，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单独很单调的加进去的，我觉得味道上要丰富的多，香味也更浓郁的多，这个应该就是大家喜欢吃他们家的烧饼的原因。烧饼是现打的，薄薄的一层，浇上汤汁儿，趁热吃，不会泡烂泡软，还会爆汁儿，筋筋的感觉，口感非常不错，打个8.2分，味道比较鲜，香味浓郁，很是过瘾，可以打个8.1分。友情提醒一下，必须趁热吃。今天我们给大家打探了一个小小的烧饼，但是这个烧饼真的是有灵魂的，就是他们店里的汤汁。我觉得这个汤汁可能任何豆制品放进去都非常的好吃，一是吃上去比较湿润，然后是那种软中带筋的，第二就是它这个香味真的很浓郁，价格也不高。但是这个东西呢也有一个弊端，就是它适合趁热赶紧吃，因为底下的汤汁太多了，可能长时间包括长距离的去带这个东西，一是到最后它会泡弄掉凉掉，口味口感都不好，第二是也不太方便携带，所以建议大家拿到手就赶紧吃，感受它最好的风味。最后我们给它打分7.6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。欢迎收看香香美食大厨来了，我是大嘴。但今天咱们做个什么？像小米儿这种原料，大家都怎么吃？小米这太家常，平时熬粥最多啊，最然后就蒸个米饭，会掺点小米，做个二米饭。今儿咱把这个小米吃出来花样，花样吃不出来花儿。小米还能吃出来啥花儿啊？感觉今儿导演是不是刺的有点大呀？家家都用来煮稀饭的小米，到底能玩出什么花啊？到底能有什么新花样？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大厨，丁叔。哎，这小米你还能做出什么花吗？对，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家常炒小米。炒小米？对，炒。哎呦，行，炒着吃，我看是怎么做的。这小米还能炒着吃？作为厨房小白的我可是头一次见了。今儿啊，拿个小本本，赶快给它记下来。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主料吧。选小米就选咱们山西的黔州黄小米。这个小米在古代的时候一般都是用进贡用的，小米吃着非常好吃。这是比较品质比较好的小米是吧？第一步就是先把小米倒了这个凉水锅里煮一下，煮一下。这个小米凉水下锅就是让这个小米受热更均匀。这大概煮到什么程度？煮到5-6成都可以。5-6成啊，这个五成熟怎么掌握啊？这小米这么小。对，就是把这个小米就是煮过5-6分钟，4-5分钟大概，就是手碰上软软的就可以了。发现它有点变软了就可以了是吧？对，好，那这个是不是就差不多了？差不多了。小米只需要煮到5成熟，原来就这么简单的操作呀，是不是接下来就是可以直接炒了？要想把小米玩出来新花样，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呢？是煮过之后捞到盘里，用保鲜膜的封一下。保鲜膜封一下啊，这个保鲜膜咱就裹好啊。这上面用扎点小眼儿不用？不用，它就是保鲜膜的目的就是为了隔离的这个蒸汽的水汽，让这个米更散。就为隔绝水汽的。对，千万不要扎眼儿。那这个咱就直接放进就行了啊，放进去，来盖上锅盖，要蒸多久？蒸个15分钟。15分钟。敲黑板划重点啊，小米要用保鲜膜包起来蒸，这样呢才能隔绝水汽，保证炒制的时候又干又散。这一招我算是学会了。就是趁着蒸小米这个时间再处理一下其他东西。还准备有别的是吧？对，红萝卜带也带红萝卜素，吃着也非常好，有营养是吧？对，有营养。好，然后准备还有肉。对，再加点咱这个午餐肉。午餐咱家里都有家常。对，然后这个肉吃起来会更香更香。哎呀，我喜欢有肉。没午餐肉用火腿肠什么都可以代替啊。对，所有的配料包括搭配颜色的青红椒都切成小丁备用，这一步很简单，也没啥技术含量。
然后就是把这个午餐肉和红萝卜稍微焯一下水，午餐肉的去一下午餐肉它这个里面的盐分。哦，盐分去一下，对，啊，然后红萝卜它是有点硬，跟但那米是蒸熟的，对吧？然后就是把红萝卜稍微煮一下，变软，软硬跟那个米是一样的。哦，成熟度差不多是吧？去掉多余的盐分，确保成熟度是一致的。没想到焯水的作用，那是一举两得呀！是热锅凉油，哦，就是把凉油添到锅，把锅涮一下，就是防止这个米粒粘锅。锅烧热，基本上微微冒点烟的时候，把油下进去就可以了。对，啊，油不粘锅那就更好，是吧？油不粘锅最好。那更好。葱花，好，下葱花，下点，青椒。哦，青红椒在里面就是搭配颜色的，是吧？搭配午餐肉红萝卜。哇，这香味已经出来了。这个红萝卜是脂溶性维生素，然后它只有和肉和油炒一下，它这个营养才会出来。哦，炒香之后把咱这个蒸好的小米啊，还别说，这样蒸出来真是很散啊，里面没有那个湿气，它不粘不坨。钟小伙把小米和各种配料。